主料，泡发好的海参三只，鸡全翅两个，辅料，盐、葱一段，姜一块，准备时间，十分钟内，制作时间，一到两小时，鸡翅洗净，控干水分，切成块状，海参切成条状，姜切片，葱切段，鸡块倒入砂锅中，加清水，大火烧开，撇去浮沫，姜葱姜放入砂锅中，大火烧开，转小火炖煮至鸡肉将熟，将海参放入铜煮，小火煮20分钟左右，最后加入适量盐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